哦，真的哦，大家去看那个团员欢迎万里面那个照片啊，真的是讲了很多的故事哎。好，换换 pose， 可爱的笑容，慢慢的噔噔，视线慢慢转转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HE 女朋友。我是 Selina， 我是 Hebe， 我是 Ella。我们是男生的女朋友，女生的好朋友。Selina， 请问你代表的是什么？我代表是温柔。骗人。三个人都这么有价值，一定要继续存在演艺圈。前几天三人好像我们浮出去，就到团员，只要不要讲一下这个。前几天是我跟老婆啦，两个人，因为 Hebe 也有来，任嘉萱临时那个临时约的。我们上一次是办记者会嘛，然后在那个门口，但是那时候还没完成，对自己真的想要像一个歌迷一样，所以我是从买票就开始体验。但其实我那天心里想的是说，哇，应该会大排长龙吧，我在网络上都会看到大家这样评价的，就一来，哇，售票亭没有人哎、欸，刚买好，我就说，我该怎么办？直播也开了。我还没办法生气跟变脸，但也来不及买零眼。老婆，后来他们就安慰说，没有，假日真的是人满为患。我想说，好，大家也都在为自己的事业、人生各自打拼，那我就接受了。然后到后来进到展场，也是遇到很多的歌迷。那我觉得那天，我自己非常感动，因为就是因为人不多，所以我就有机会跟一两个歌迷聊天、跟交流、互动一下。然后我才发现。比如说有一个是从南投来，一个是从桃园来，特别是南投那个，他那天生日，他当天生日，所以有生日假，而他把他的生日假献给我们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自己有这样子的能耐，然后能够让被重视一个人，对我们不认识的人，可是这么样的爱我们，又觉得很感动，然后我也觉得那两个歌迷或当场那天我遇到的歌迷就。用他们的行动，就让我自己又肯定了我自己。麻烦大家，谢谢。我跟他们看镜头，给他们拍一张。好，拿着唱片给他们拍一张。好，排一号到150号，一号到150号。听到了呼唤，请慢慢的移动脚步，右前方，右前方，这个集合的区块，请先麻烦控列。